开心心迎接新年，美好的事情就在你面前，别为错过的事抱怨。没什么大过年，一家团圆几十年，快快乐乐的过好年。璀璨的未来就在你的面前，别为昨天错过了明天。快来欢唱迎丰收的一年，请你一辈子如愿，祝你一切如蜜甜，心想事成，幸运连连，请你一家都安健，祝你幸福每一天，年年好事好事连连。新年，美好的事情就在你面前，别为错过的事抱怨。没什么大过年，一家团圆几十年，快快乐乐的过好年。璀璨的未来就在你的面前，别为昨天错过了明天。快来欢唱迎丰收的真心念念念，请你一家都安健，祝你幸福每一天，年年好事好事连连，请你一辈子如愿，祝你一切如蜜甜，心想事成心念念念，请你一家都安健，祝你幸福每一天，年年好事好事连连。心想事成，幸运连连，请你一家都安健，祝你幸福每一天，年年好事连连，幸福的每一天。请你一辈子如愿，祝你一切如蜜甜，心想事成，幸运连连，请你一家都安健，祝你幸福每一天，年年好事好事连连，年年好事好事连连。九八八聚焦东盟，时间来到早上的9:36。你好，我是辛迪亚新蕊。那正月初十呢，要继续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岁岁过好年。而今天的聚焦东盟呢，要专注带你跟进武汉肺炎的这个最新消息。那这波疫情是已经蔓延到了全球，包括我国呢，是也出现了确诊病例，造成人心惶惶。我几天前在机场使用这个召车服务啊，一上车，司机看着我戴口罩呢，他都忍不住问我说：“你不会是刚从中国回来吧？”可见得大家的这个关注度都很高，尤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呢，是还没有疫苗跟治疗药物，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跟药厂呢都在加紧的研发中。而其中呢，泰国公共卫生部昨天就传出了一个应该是好消息，当局就宣布呢，一个来自 Rajavithi 医院的专家团队就发现了可以有效治疗武汉肺炎的药方，他们把抑制流感病毒的药物跟抗艾滋的药物配合使用在武汉肺炎重症患者的身上。结果呢，短短48小时内，患者的病毒检测就变成了阴性。无论如何呢，这个暂时是还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那至于澳洲专家方面，他们就宣称可以从实验室培育出有关的病毒。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队呢，过去是曾经用同一种技术开发了 MERS、伊波拉病毒跟流感病毒等等的疫苗。而日本方面就宣称，他们成功从患者的身上分离出病毒，可以帮助研发对策。那中国美国媒体方面呢，他们就报道啊，当地的第一宗确诊患者在接受用来对抗伊波拉病毒跟 MERS 的药物注射之后呢，
病情是已经好转了。无论如何，这个部分呢是还需要再进行更多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来确定安全性跟疗效。那另外呢，在新加坡方面就有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检测器，号称两个小时内就可以检测出包括武汉肺炎在内三种的冠状病毒，据说它的准确度呢是还高达 99.8%。 无论如何，新加坡的卫生部就表示，这款商业检测剂在面世之前必须要先通过卫生科学局的批准。当然要找出疫苗或者是治疗方法呢，也必须要了解这个病毒的源头嘛。对此，中国传染病权威钟南山就表示，研究发现武汉肺炎的病毒是源自蝙蝠。结果目前全中国的疫情呢依然是处于上升期，但是他判断呢应该不会产生全国性的爆发。钟南山也认为，最原始跟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依然就是早发现早隔离。那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扩大，各国呢也是纷纷加强国境管理。其中在菲律宾，他们在出现了中国境外第一宗的死亡病例之后呢，总统杜特地就宣布扩大旅游限制，从只是禁止来自湖北省的旅客入境，到禁止所有来自中国、香港跟澳门的旅客进入菲律宾。而新加坡呢，则是从前年开始，不分国籍禁止所有在过去14天曾经到过中国的这个旅客。那凡是持有中国护照的这些旅客呢也不准进入当地。截至昨天下午1点呢，当局是已经拒绝让15名的旅客进入。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邵木根就表示，这是因为啊，新加坡人口密集加上土地很小，假如不谨慎防范疫情的话呢，病毒很快就会这个传播开来。他就强调，新加坡政府是基于国情来实施这个旅游限制令，并不是针对任何的国家或是国籍。那这波武汉肺炎疫情呢，其实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排华的情绪，也看到部分的商店门口呢是甚至贴上了中国人禁止进入的告示。对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强调，这是愚昧而且不合逻辑的心态，因为这场疫情呢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是国家跟种族之间的问题。他就认为各国应该要齐心协力，才可以共同的克服这一次的挑战。而现在看到呢，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口罩跟消毒液大缺货的情况，但是有一些无良商家呢竟然就趁机涨价。对此，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手打击。其中呢，山东省常委王书坚就宣布，凡是防疫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它的购销差价是超过35%，就构成哄抬物价的行为，当局将会依法严厉惩处。他就强调，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必须罚到他倾家荡产。而越南方面，副总理伍德詹就建议严厉惩罚那一些高价销售口罩和医用品的药店，包括吊销他们的经营许可证。同时，在面对疫情信息泛滥的情况之下，越南政府也提醒大家要保持镇定，不要过度恐慌，尤其必须要过滤大量的假新闻。好了，今天就为你跟进到这里。每逢星期至五的早上9点30分呢，准时收看跟收听直播吧，聚焦东盟，我是新甲新蕊。